Hello， 大家好，咁我哋继续翻嚟呢个龙珠 SV 二啊，喺一次冇录影嘅情况底下啦，自己走去玩咗一个点讲咧？我唔记得咗系个咩任务啊，即系总之系成个 server 嘅人一齐玩嘅嗰个啦吓，咁啊就系、是、打呢个极恶化嘅呢个饮茶嘅系啦，咁佢原本就十级啦吓。咁啊，就系得翻个少少血，跟住就俾我喺嗰一场度我杀咗啊，跟住就搞到佢升级升到做十一级啊，咁啊变相就变咗再难打啲嘅。咁啊嗰一场咧，其实就即系因为呢啲任务啦，系我第一次玩啦，所以我都唔知行唔知路啦。咁啊一开头又唔记得草气啊，跟住之后我又唔够埋身同佢打啦吓，即系一路都系远程帮佢射波啊。跟住发现原来我哋对佢嘅伤害其实系好低嘅，跟住调翻转咧，佢就对我哋嘅伤害咧就好大嘅。跟住基本上佢好似系大约打几拳咧，跟住秒咗我哋一条友嘅。我哋就要大约系分开两批人咁样打啦，跟住一边就可能系负责救人嘅，跟住一边就负责肉搏嘅。跟住我就偏偏两边都唔系咯，我系净系喺度远攻啊，做个胆小鬼角色。但我又冇去救人，跟住去到尾段嗰阵啦，我谂大约一分钟左右啦，跟住我突然之间发现，原来我自己嗰啲必杀技对嘅伤害都几大嘅，咁啊一嘢都可以扣到几百啊，跟住就索性系咁放必啦，系咁用呢个魔冠光杀炮啊，因为佢快啊嘛，虽然个命中比较低啊，但系我真系觉得佢高攻啦，跟住就系咁用啦。打到好激，去到最尾十几秒嘅时候，我想打到嘢嘅，突然之间冇气咁，唯有储气啦吓。储气嘅得翻几秒，一嘢射埋去啊，紧紧打得完。咁基本上玩落都几过瘾嘅个模式，得闲我自己都会再玩下啊。咁啊，睇下有冇机会，即系如果有啲 friend 一齐玩嘅话，就到时就再录低啦吓。应该会合拍啲嘅，始终如果有 friend 一齐玩嘅话啊。咁啊，好啦吓，我哋见到呢个其实应该是印度版啦，定系咩版嘅？呢个黑悟空啊，啊唔系喎，佢黑悟饭喎吓，啊系咁先啊，你叫佢踎啦，啊我啊去做任务啦，啊杜拉格斯，同埋其实我望到啊时之甲龙神都有任务噶，咁我做边个先好咧？咁啊继续搵翻杜拉格斯先，佢根本上企得呢度应该系紧急啲啊，同埋应该呢一边系主线啩。况且如果嗰边系要一定要做嘅话咧，多数应该呢度会冇得做，跟住就要做嗰个噶啦嘛。啊，屎鬼蛋啦！又出现一个历史改写，我可以唔去咩？この巻物を見てみ。咁啊，上一集啊，布叔叔啊出完啦，咁啊，今次应该系邪念波噶啦。今回の歴史改編は今まで以上に厄介じゃぞ。ただでさえ恐ろしい強さのあの魔人ブーがさらに強化されてしまっとるようじゃ。ミラたちにも気をつけてね。俺は別方面からミラの行方を追ってみます。あなたは魔人ブ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。魔人ブー、冇問題啦。变成点心，我已经系喺神殿啦。报欧啊，邪恶啊！
どうしよう、トランクス君。どうしようったって、あの人に頑張ってもらうしかないだろう。もうすぐの辛抱じゃ。今はスカイスで、わしの取って置きの力で、すごく、すごく強くなったご飯が助けに来るぞ。わしの力で強くなったご飯なら、その棒にも勝てる。それまでは何とか持ちこたえ。そうだ、それでいい。やればできるじゃないか。咁即等阵可以睇到终极唔化啦。哇，嚟啊！玩够啦嘛？啊，你条粉肠！又嚟啊，布叔叔！又唔中，果然命中率低啊！真系中啊，粉肠系啦，真系。地獄ファンレイ。どうした？貴様の力はそんな程度じゃないだろう。唔通系斯鲁菲利沙嗰啲？咦，唔系喎，呢度邪念波嚟喎，呢度。好似地獄的使者，直抽咋系嘛？好彩避到啫，真系。
喂呀，必达你嚟啦，求救啊！你咁叻，你打咯！哎呀，啊、你又唔系打，なんて野郎だ。サイヤ人の壁をあっさりと越えてやがる。衝撃閃光。ようやくくたばりやがったか。世話になったな。喂，咁麻烦，一次过两个、啊、一次过呢个蛟龙公司啊，同埋呢个大长老啊，吓、啊，两边都有嘢啊，咁啊，去咗蛟龙公司先啦、啊。比达点啊？比达啊！请教别人，神境界，诶、哎，唔通系变超男啊？变超神啊？诶、哎，似系啦，超级比达。走啦！唔真嘢，哇！唔公平咯，一嚟你系超神。狗咯，成日打到系冇精力。今まで戦ってきた相手よりは手応えがある。死にたくなければ本気を出せ。まさかそれが本気だとは言いませんぞ。草屁啊，草屁啊！唔信，再嚟啊！今まで戦ってきた相手よりは手応えがあるな。再挑起。振奋。中啊！哇！以为走得甩，点知走唔甩，冻先，帮我打你啊！哇，你自己行埋去中，中你，武器啊，回气啊！振奋埋先。慢慢嚟，唔使同佢急啊！咁咪搞掂咯，唉，真系，你打得辛苦啊，真系。すごいじゃない。あんたなかなかやるわね。哇，20000几，直接升级啊！
英雄服装，超级比达啊，终于攞到啊！平手，我赢咗你喎，平手啊！你仲有？咩先？其他超级赛人相比啊，气弹强化更佳，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！咁咪用啦，真系啊！哦，头先攞呢个就系支援嘅效果量上升，好少用，所以都系算啦。我用翻呢个嘅话，起码嗰啲储气弹嘅攻击会加到啊！即系我都经常用呢个啊，哇啊，比达！冇咩事嘅话，我先走先啊！啊，系啊，啊，啊，大长老呢边，喇叭同比达，喂喂，まさか俺様の邪魔をする気か？出てこい！你要自己行埋去种啦，真系。都种少少，死你跟我快啊，快啲，唔该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唉。阻住我揾龙珠啊！真系啊！我知道这个要求对你有啲过分啊，但你真的要顶住啊！你唔顶住就变咗我要打埋喇叭，咁啊又嘥时间啲啊！顶住啊！顶住啊！顶住啊！咦！真系好鬼用嘅、啊，哇！喇叭爽唔爽？你中晒成条咁滞喎，真系真系要问你一句爽唔爽啊！真系，哇，竟然喺呢度咯，真系，唔怕俾瀑布冲走嘅咩？咁假嘅。あなたは飛び抜けた力をお持ちのようだ。咁啊 ，check 翻呢个礼物盒啦，因为啱登入嘅时候佢有同我讲话，即系有礼物收啊。应该就是打饮茶嗰度啊，五个生命胶囊，选取收取，哦，即可以摆九十日喎，即就算你唔记得攞啊，喺呢个三个月内都可以攞得翻。咁啊，下次应该会储埋佢先攞噶啦，反正唔系啲太重要嘅嘢。咁啊，今集玩咗咁多先啦吓，系啊系啊系啊，比达嗰度嘥咗时间吓，啊冇办法啦，有新嘢嘅去打到先噶啦吓，咁即系要再等下集啦，再等下集就继续打呢、這个嘅打个布欧篇啦吓，嗱、啊、反正个布欧篇佢都应该会拉得好长下噶啦，应该下集一集都玩唔完噶啦又系，啊下集翻嚟再见啦，拜拜。